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这一套毛装，要送给柯市长，把毛装做柯装，凸显了柯毛不停，民共一家，遥相呼应，隔海唱和。柯市长，你就笑纳吧，他中央政府在防疫的时候，柯市长是全力壮大自己的科长，前方防疫师警，后方科兵警师，柯市长一上任就设了四位正副发言人，今年一月又假征财政内部的两个副发言人，上个月更扯，把中东处原民会两个机要直接硬拉来给他科长的正二代也是担任副发言人，我就不懂，所有的话都被柯市长讲完了，还需要送那么多发言人干什么？这八位正二代民事组已经可以凑成两桌麻将了，他没事组也真的没事，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柯宇路带好带满，担任柯市长的头一天使，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是一分抗战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现在柯市长民众党是一分抗疫两分四胜七分发展，柯宾跟中共真的是异曲同工啊，从两岸一家亲进阶到两党一家亲，柯市长在崇拜毛泽东了啦，过去反毛语录有可以，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这一套毛装，要送给柯市长，反毛装做柯装，凸显了柯毛不停，民共一家，遥相呼应，隔海唱和。柯市长，你就笑纳吧，好，谢谢主席，柯市长，谢谢大家。